好，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我是吴十一，我是卡卡。这周我们仍然第一时间观看了《浪姐三》的第二次公演舞台，整体的观看感受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认为一公的观众亏本了呀。因为整体二公的观看感受我认为是比一公要好不少的，这里面呢有四个让我有点意外惊喜的舞台，然后有三个让我觉得意外有点可惜的舞台，基本上也就把舞台说遍了。对，好，那么接下来废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舞台观后感的部分。但是首先要做一个声明，就是以下舞台观后感全部都是建立在我们所听到的音频是真实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意外惊喜的部分，第一个要聊一聊的舞台就是梦中人，表演者刘恋、薛凯琪。那么梦中人这首歌呢，原曲是来自王菲，也是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中的插曲。英文原曲呢是来自著名乐队小红梅 The Cranberries 的作品 Dreams。 那不管是中文原曲还是英文原曲，都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好的，这是新发现的惯例，关于原曲的部分。那么关于舞台的部分呢，首先我觉得薛凯琪和刘恋两位姐姐充分地运用到了自己的身体、表情、肢体、乐器、舞美、服装，给我们制造了一个视觉上非常丰富的舞台。观众的眼睛，至少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可以说是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啊。对，而且他们俩的唱功又是在线的，我甚至能够清楚地听到刘恋的低音和声，所以这样的舞台呈现整体来说，我认为我作为观众的体验是非常好的，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很惊喜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呢，我要特别说一说这个舞台非常暧昧涌动的氛围。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不能说太多，我只想说 I know who's gonna be crazy about it。 第三个部分我要说一下，就是编曲的部分啊。我觉得这个舞台呢，编曲上我听出来的啊，就是说没有对原曲做太大的改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我也觉得是的。我看完二公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最好不要改编曲。也不是这么一定，就是说原曲它的旋律就已经非常给力，因为小红梅乐队的质量你不要怀疑。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中文版的歌词我认为真的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我们也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首插曲，它配的王家卫的电影画面非常精彩。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不动编曲这一点，因为很多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时候，不动比动要难多了，要忍住。对，之后我就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就是动的惨不忍睹的例子给大家。舞台上好，来，那第二首我觉得比较惊喜的舞台是乐园，就是卡哥上一期因为特别期待的，因为服装过于丑而特别期待的舞台。那么这个舞台的表演者有许茹芸、蔡卓妍和阿雅、刘汉雅。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来自雨飞门乐队，同样的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原曲的粤语版，还有两个版本，一定要粤语版，对，一定要粤语版。人人曾找快乐园，无分无忧那乐园。那这个舞台呢，整体来说，我的观看感受就是那种神奇的不错，在服装那么丑的情况下，我觉得神奇的不错。对，我也是，那个怪丑的瑜伽服竟然真的营造出了一种迷幻的感觉。对，就我也认为这是这一次舞台改编版的一大特点，就是这次舞台改编版我认为加重了原曲的迷离梦幻之感啊，不是扩展你的词，是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那么这种迷离梦幻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歌词去听原曲的旋律的话，我觉得是跟原曲是不违和的，它只是加重了原曲本身就有的某一种特质啊。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舞台很明显很显著的优点就是它的开头，就是它一开始用道具和投影就把舞台整个的那种迷离梦幻的主调一锤定音了，并且我认为在舞台的视觉与听觉衔接的部分也做得非常的顺滑，就是许茹芸姐姐她作为一个专业歌手真的就是开口对。
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这是第二个我感觉到有惊喜的舞台。那接下来两个我觉得仍然有意外惊喜的舞台，可能会有朋友不太同意，但是不妨一听。什么？那么第三个我觉得有点意外惊喜的舞台，就是服化道饱受诟病的爱像一首歌，表演者有胡杏儿、齐溪、朱洁静、张力、王子璇五位姐姐。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每一帧都在寻找这个五彩度娃到底是谁。这个点让我非常的惊奇。对对，卡哥整首歌都在问我这是谁，现在又是谁。对，但是当我已经完全放弃去寻找他们到底是谁这个谜题以后，我认真的去看了，看了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首歌其实真的很不错。很意外的。对，那么我就很直白了，我之前肯定是不太看好这首歌的啊。但是我在看完这个舞台之后，我是真的有一个感慨，邓丽君女士果然没有一首废歌啊，这个就叫专业。首先我觉得这个舞台值得夸奖的一点是五位姐姐的起舞部分真的是浪姐的舞台里面挺齐的了，而且他们这个色彩鲜明饱和度极高的服装，对，很容易看出来不齐。对，那第二个我觉得很惊喜的部分可能就是我的个人取向了，因为作为一个电视剧儿童，当那五个姐姐穿着不伦不类的复古服装吧，站在那个很有复古风格的那个金色的话筒前的时候，尤其是胡杏儿、齐溪和朱洁静三位姐姐，我觉得他们的表情肢体非常对，就他们很沉浸在自己营造的这种复古氛围里面。对，就是很享受，然后也会把我给带进去。对，然后我因为我不存在这个认人的问题，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让我对标到了1996年亚视出品的红极一时的那部电视剧，由邓萃雯主演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要永远地爱慕你，因为你美丽又清晰。哇，就是那种复古怀旧的滋味，跟我一样做过电视剧儿童的朋友一定会懂，一秒入戏。对，这就是我觉得意外惊喜的部分，我觉得这个舞台我完全能够get 到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对我来说有一点意外惊喜的舞台呢，就是谁不是，表演者有那英、黄奕、徐梦桃和张天爱。这首歌真的我一开始也不看好它，就觉得有点俗，因为它真的就是一首大流行，就是一首非常正常的流行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它的那个厚度可能薄了一点，然后要有这么多人在舞台上演绎可能会吃亏。是这个原因。那我看完舞台之后，我真的我必须又要重复一遍了，这句话我在浪二的时候说过，我不得不佩服英子分趴的功力啊。浪二的时候他给张柏芝分了两句张柏芝特别适合的歌词，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那这一次我在这个舞台里面 get 到的呢，就是黄奕和张天爱。那黄奕惊艳到我的呢，就是在第一段主歌里面他唱的那两句，谁不是喝酒谁不是爱人爱的。这两句我觉得黄奕唱得非常投入，非常迷人，饱含感情。我在这两句里面听到了22年前那个红极一时的李玉湖，他自己他作为一个个体在这22年间的张扬和平静。我就听到了这样的内涵，就黄奕的表情和他的投入度也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岁月走过的感觉。那我 get 到张天爱的部分呢，是他在第二段主歌里面唱的两句，谁不是害怕夜迷路，可谁却整夜不归宿。因为我在他第二段唱的这两句里面读到了孤独。就是那一瞬间是我认为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的张天爱最深最真的惊鸿一瞥。哇，你好会说呀，谢谢。好，这就是感到惊喜的部分。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我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了徐梦桃。就是当他淡淡的展示他淡淡的膝盖上的伤疤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很感动。我没有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有一个顾虑，因为我那么爱我们桃桃。我很怕就是我特别提出来我会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刻意的展示自己这些伤痛。因为他不是有一个要去揭开肌肉贴的动作嘛。所以我特意没有提他，这都是我对他深沉的爱，我感受到了。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这次公演舞台我觉得有点可惜的三个舞台，他们分别是 OK 怪美的和山海。这里也要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如果是只想听这三个舞台中任何一个赞美的话的朋友，你现在可以离开了，让我们从源头上防止争端的发生。那第一类呢，就是我感觉姐姐们被坑了的舞台，这类舞台呢就是 OK 和怪美的。那先说 OK 这首歌，就是真的不怪姐姐们，就是我觉得它原曲本身的那个歌词和旋律就已经非常单薄了。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是你把编曲做后，你多加几个音色和鼓点，你就能弥补原曲在团体舞台表演上的缺陷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完全能够看出来这一组的姐姐们很努力，但是 OK 仍然没有很感染到我，我认为就是原曲严重的限制了姐姐们的发挥。这是 OK。 那第二首怪美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像这种态度非常强烈非常独特的歌，要么你就不选，选了你就别魔改，就是歌词现在已经被改到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意蕴。而且我觉得非常荒谬的是，一首原本利益在反抗审美暴力的歌，节目组给姐姐们配的服装是蕾丝加皮裤。我对怪美的这个舞台只有一个印象，你知道什么吗？嗯，就是甩面。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可惜的舞台就是山海。本来我是最期待他的，他的表演者是谭维维和王心凌两位姐姐。山海这首歌呢，原曲来自乐团草东没有派对，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原曲的，尤其是原曲的鼓点。我认为这首很好的歌就是由鼓点驱动的，它有着非常美的鼓。我认为原曲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让大家感受到了人间最深重的绝望是对自己的失望这一点。在这一点的前提下，那句近乎于嘶吼的他明白我给不起，才有那种在无数人心里摧枯拉朽之力。哇，你好会说呀，谢谢。而现在的舞台版呢，我认为我不仅没有听到两位姐姐她们挖掘出的属于她们自己的那股摧枯拉朽之力，甚至现在的舞台版本让我梦回谭维维姐姐的春晚摇滚现场。我当然没有说春晚摇滚不好的意思，但我确实认为这舒适区太舒适了，它已经舒适到淹没了我的期待和王心凌姐姐的突破。我听着的时候是感觉有一股正气迎面而来。啊，我的妈！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浪姐三》第二次公演舞台的全部观后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或者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我们挖掘的更多文娱新发现，欢迎订阅我们最新推出的碎银子邮件系列，一期一会，不见不散，爱你们哟。